动作要做这个动作，这个动作行吗？这个动作，好，对，好。那这时候前面的动作都一模一样。好，这个时候的话呢，我变成面向头部，好吗？我面向头部，好，一样弓箭步，好，靠近床的脚在前方，行哈。好，等一下的话呢，我的脚要抵在什么位置？我大概是抵在它的上臂的位置，可以吗？这一次我不抵手肘了 ，OK 吗？好，我抵的是它上臂的地方，好 ，biceps triceps 的地方 ，OK 哈。好，来，那我一只手要把肱骨做下压的动作，另外一只手我一样在手掌的位置，可以吗？这一次我是在它的手掌心这边 ，OK 哈，手掌的地方。好，下一张咯。好，那我将肱骨下压，下压之后呢，手腕跟手指伸直。接下来前臂，这里应该是写旋后才对，哦，这里应该是写错了。我 A 不能弯曲，它怎么弯曲？手肘弯曲？它怎么到这里？好，到这里，好，我没关系。来，肩关节外转，外转，可以吗？好。对，那你刚才是旋后，对，要改一下旋后，可以吗？好，来，接下来我移动脚步，把它的肩关节带到外展，可以吗？外展，对，外展的动作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手掌做桡侧偏移，然后头部的话，如果它没什么感觉，它可以向对侧侧弯，有吗？没 feel， 等一下先，有可能。你本来就卡住吗？肩外转是那个老色偏移，是不是？哈？哦，就是好像。你还好吗？对。好。好，来。嗯。好，来再一次哦。好，先肱骨下压，可以吗？肱骨下压，一开始是这样的姿势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肱骨下压，然后手腕跟手指伸直。好，前臂带到旋后的位置。好，我刚有讲了，改成旋后的姿势哦，可以吗？好，再来手肘弯曲，手肘弯曲了。好，接下来我利用往前移动脚步，把它的 ABD 带上去，可以吗？好，然后再来向桡侧偏移，向桡侧偏移 ，OK 吗？行哈，这样的动作。好，拉到的是哪一条神经？尺神经，对不对？我拉到了是尺神经。后面的人有看到吗？这边有看到吗？没有看到要讲哦，他可以换方向哦。再做一次，换方向。